这是电影《赌神》当中相当精彩的一段。周润发饰演的赌神正在与对手进行一场生死对决，片中气氛十分紧张。但是当背景音乐换成这样，瞬间轻松了，有没有？叫地主，不叫。不叫，不叫，不叫，快点吧，我等的话都谢了。这样的赌神也太接地气了。